好声音横空出世，声音成为衡量实力的唯一标准，惊人的改编呈现，全新的选择方式刷新了国人对音乐的理解。力量、诗情、畅快、态度，音乐追梦之旅一触即发。最美，这个舞台创造了声音的奇迹，这个舞台幻化出浙江卫视中国蓝的神奇色彩。戮力同心，战队之争靠人心协，赤诚相助，搭建梦想音乐舞台。那英、刘欢、庾澄庆、杨坤、张惠妹、汪峰、齐齐、周杰伦、陈奕迅、谢霆锋、李健，一代代顶级音乐匠人汇聚于此，挖掘每一个声音背后的潜能，携手浙江卫视中国蓝，共同打造下一代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浙江卫视中国蓝奋力奔跑十载，始终与音乐结伴前行。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将一直见证梦的延续。有请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冠军学员李琦。像那些月的那些忧伤，重复着弹奏激情的狂想，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才能死心，我们一再一再的沉迷，只有互相伤害的交集，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你才死心，痛苦不断不断的交替，还有什么留情的余地。有请中国好声音第一季人气学员赵露。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心绪迷离，心绪迷离，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有请中国新歌声第一季冠军学员蒋敦豪。乌兰巴托里莫的是那么寒那么寒，歌儿轻轻唱，风儿轻轻吹，乌兰巴托里莫的是那么寒那么寒，有请中国新歌声第二季冠军学员扎西平措。哇哦，要么飞要么坠落，这是生命的规则，要么飞要么坠落，这是展翅的规则，要么飞要么坠落，我在飞在飞。有请中国好声音第二季人气学员陛下。Hey, Jen, don't let me down. You have found her. Now go and get h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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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er.Better, better, come on! La, la, la.
国好声音和中国新歌声的优秀学员们。谢谢。Thank you。当然了，今天来到咱们现场啊，他们不仅仅是来为大家歌唱的，你们要像导师一样帮助五位对唱歌饱含热情的朋友，为他们争取一个登上浙江卫视中国蓝十周年晚会舞台施展自己音乐才华的宝贵名额。我们还请来了一位我们浙江卫视的老朋友来帮你们把把关。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梦想制作人登场。开头都是你在问，结果总是我在等，说话留着分寸，气氛却不见加温，爱没有了库存。你说的这么坚持，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一定要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狗，别怪你没有用，我打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强求，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沉默寡言，好聚好散紧着你楚楚可怜，一个接着一个，一百接着一百的心电在上面滚乱，我们两不相欠。 Thank you， 谢谢。郭彦斌老师好。没有。那今天特别来到现场呢，其实是要帮助我们的素人歌手啊登上浙江卫视中国蓝十周年的演唱会的舞台。是，你觉得这个标准是怎么样呢？我觉得他要对浙江卫视非常的熟悉哦，他一定是我们的男朋友。哎，没有错，音色要闭着眼睛听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知道他长什么模样。哦，其他的标准哈会因为我的心情而变化啊，就像是我们的 OPPO R17 Pro 一样，随光而变，心动所在，是给你无时无刻的奇迹跟惊喜。哎，今天待会儿呢，这个手机啊也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看到我们的五位对筑梦歌手啊，他们面前都有一台 OPPO R17 Pro， 是真正帮他们打 call 的。打 call 规则：追梦歌手在不露脸的情况下登台演唱，若音乐筑梦人决定为其亮灯，就将手中的 OPPO R17 Pro 手机放置到身旁的信号接收台上。演唱结束后，由梦想制作人为其演唱打分。若有多位筑梦人为其亮灯，则由追梦歌手从中选择一位与其组成搭档。那么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请出我们的第一位追梦歌手，让我们掌声欢迎。回廊看血肉的骨头，听看弦丝钉着腐肉，草原上两只地的野鸟在远方战斗，在一处被废弃的白球缠着一只欧魂的老伴奏，一点老伴奏推的毛不脱，几天都没有喝水也能活，脑袋瓜有一点手抖，六四二他比谁都难受啊，老伴就会是人开口，现场怕休息行走走，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包括什么的狗，眼前老伴就平常话不多，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他在灌木丛放邂逅，一直令他心意的梦伴着。今天现场一下就
这么多位都纷纷选择为他打 call 啊。这个嗓音实力也是重量级的。我们先请我们的导师为他先打出分数。第一轮的分数不好给，因为它是一个参照值嘛。哦，啊，好了 ，OK 了 ，OK 了。我觉得他的 groove， 整个唱歌的律动这一些，跟乐队咬得很紧，然后他的气息很好。跟他的吨位也会有关系，所以这就算你刚刚那种闭上眼睛很想知道他长什么样的那样的声音特点，是的，是的，标准哦。好，我们先见识他的真面目，好不好？好，请转身。各位，欢迎王金子。哦，大家好。来自哪里？来自辽宁沈阳的，刚毕业，是一名应届毕业生，学习的就是流行演唱。哦，所以之前看过中国好声音吗？看过，每一季都有看。你唱得这么好，怎么不来参加呢？其实我每一季都有参加，然后对，每一季都有参加，但是可能最后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吧，就一直都没有站到就是自己非常期待的一个舞台上。你的嗓子是从小就这样，还是之后变成了这样？之后变呢，就是在变声期的时候，然后用嗓过度，然后得那个声带小结，做手术，然后一直都是这样的。好，李琦当时有这样的经历吗？参加我们那年好声音之前，我在杭州唱了半年的酒吧，强度非常的大，每天20首歌，2个小时之内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让我的声带出现了一点问题。就在我总决赛的当天下午，我讲话都是破音的，就是一直憋着一下我没讲话，一直到晚上唱歌的那个过程。其实我也是这样过来的，我就觉得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你还在坚持，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对，谢谢李琦，说得非常的好。这样的话呢，因为有3位选择了为你打 call， 现在请你到属于你的打 call 台。好，来，请开始选择。王金子最后的选择是，恭喜李琦。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下一位追梦歌手。唱歌和演戏都是表达自己的方式，我觉得能表达自己就是很幸福。我觉得他其实今天驾驭这首歌还是蛮淋漓尽致的啊。那我们就欢迎你跟赵露组成搭档了。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第三位登场了。从前的我们哪儿去了，路太远我忘了，如果你想飞我明了，自由也好，我不要。 Hello， 大家好，我叫尹玉克，我今年19岁。我一直以为是女生呢。我们也是。当你自己的声音唱出来的歌跟你的性别传统特质不符合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你是不对的。但其实我们仔细静下来去想，有什么不对的呢？音乐这种东西，我觉得好听就行了嘛。好听是音乐里永远不会被淘汰的标准。那你有2位为你打 call， 你可以在当中选择一位。恭喜陛下，恭喜三组选择已经完成了。那我们欢迎今晚的第4位追梦歌手。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 Hello， my name is 纪永伦， and my English name is Aaron。 这位歌手被网友们称作为别人家的英语老师，唱的时候让我们感觉深情款款，
他选择了一个这么比较平稳的一首歌来去演绎，但是他演绎的非常好。那就恭喜金永伦和我们的蒋德豪配对成功。来，两位一起用 OPPO R17 Pro 合影留念。我手中的 OPPO R17 Pro， 它不论白天黑夜都能够拍出好看的照片。这样的话，四位都已经有了各自搭档的成员了吗？是。所以接下来这一位，迫于无奈只能和扎西搭档。哎，接下来这一位厉害了。怎么讲？这一位，他可能是一位被演戏耽误了的歌手。被演戏耽误了的歌手。我们欢迎第五位追梦歌手登场，请。哇哦，老师你好，华少好，依依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哦，这个声音很耳熟啊。我觉得他演技肯定不咋地，那唱得太好了是吧？演播是这个水晶灯，感觉是为他装的，你真的是，就这种皇家剧院的感觉啊。那您打分了吗？还没，忘记了吧？现在打。我打完分了，现在已经对这位演员哈，充满好奇，充满着好奇，我们就赶快见见他真面目，好吧？来，各位，到底他是哪一位呢？来，让我们欢迎他转身。刘斌老师好。 Hello 练习过唱歌吗？以前专业学习过？小时候唱歌，然后音乐学院落榜，不要了。考了是主持人专业，也当不了主持人，说话还不太利索，当中还吹过小号，因为变声期嗓子又坏了，所以小号也没有学出来，什么都干不成。您太谦虚了。为了养家糊口，因为40岁了，还是拍戏了。所以您现在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一直也没有放弃演唱这件事情。对，我现在可以很骄傲的说，我是歌手的，因为我发了第一张片，就刚刚在一个月前。祝贺祝贺祝贺！谢谢大家。我也一开始很骄傲，我说哎卖了多少张了？他们说哎差不多有1000张，但是我为自己而骄傲，谢谢大家。啊，1000张当中包括我自己回购的200张。不过我觉得今天还是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和你们并肩作战。
感谢，感谢，感谢。那这样的话，这一次您就跟扎西平坐合作，成为搭档，好吗？来，太荣幸了。从这边和您的搭档在一起。根据追梦歌手的演唱，胡彦斌老师为他们打出的分数是。好的，下一轮竞争，让我们进入第一轮，叫做尖叫不断的高台。每轮每队派出一名队员在高台上站立，在领唱演唱结束后依次进行接唱。每队在游戏过程中只有一次向梦想制作人求助的机会，正确接唱一题得一分，接错不得分，只要接受惩罚。我们就请我们胡彦斌先生来为我们做一下示范啊。好，这下面是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们请这个依依来为你领唱。这首歌原唱是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导师刘欢老师。哦，弯弯的月亮。好好唱哈，我的生命在你手上。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这是个被主持耽误的歌手呀。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阿娇摇着船，唱着那古老的歌谣。请接唱。歌声随风飘飘，飘进我的脸庞，脸上淌着泪，像那条弯弯的河水。弯弯的河水悠悠。错，再给你个机会。弯弯的河水流淌。弯弯的河水下面，谁会看弯弯河水下面？你捕鱼呀、啊？弯弯的河水下面，河水是怎么动的？流淌，没有淌。三，流下。二，一。哇塞！你别数啊，我紧张。弯弯的河水流啊。时间到，各位观众。女士们先生们、看到没有，大家鼓掌了，多爱看这一段。干嘛你们这么早就想看我掉下去啊？究竟这道题他答对了吗？三二一。你们有没有踩过那种这种活血的那种？它比那个要硬十倍。谢谢胡彦斌老师，掌声再给他鼓励一下，来，请他入座。好了，第一首歌曲，歌名三个字，来自台湾地区的男歌手的作品 ，R&B 的作品。里面唱到了一种天气。中国新歌声第一季学员。曾经演唱出这首歌别样的风格。好，那接下来呢，你们每一组派出一位代表上高台。我先吧。我们的英语老师毫不犹豫地站了上去。这首歌曲是来自陶喆，找自己。哇，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看无一人站在太阳下。 Oh yeah。
现是66.6度，快要风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泡沫一转变成了绿洲。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哗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云在哭泣，不能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啦让我治愈、oh yeah、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好像都对了呀，我可以很明确的说有人错了，完了，那就是我了，估计三错的人就掉下去了，二一、我想知道我错哪儿了。你唱的是美丽时光里，但是美丽时光里刚原也唱了，你前半句歌是美丽世界里，时光是在最后面。哎，第二首歌曲，这是一首香港地区女歌手的歌，而且这一位女生有着非常独特的美，哎，也出演过很多经典的电影。不是粤语歌。女歌手的名字三个字，当国之心语心愿吗？各位请选择队友站上游戏台。心语心愿我完全不会，那我来，我上去吧。好害怕啊。金子你要小心，你可能会最痛，如果掉下去下去的时候我教你那个窍门哈，你把那个脚这么绷起来一点，膝盖稍微弯一点点就好了。好，这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歌曲《爱我的请举手》。莫文蔚这首歌等等再等呀等，该发生的没发生，等等再等呀等，再完美也不完整，等等慢慢慢，等等慢吞吞，当美梦成真，快乐越不兴奋，等等再等呀等，青春变成鱼尾纹，等等再等呀等，不会等等慢慢慢，等等慢吞吞，即使分别的诚恳，不如给我一个一个又一个，一个两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爱我的请举手，爱我的请你点点头，爱我的请举起左手，我爱的请举右手，爱我的说出口，爱我的请你说出口。做记歌词啊也十几年了，第一次听说一个歌手接唱的时候哇哦耶但是你刚才直接说了句我不会，你要使用求助的机会吗？我想他摇头了，他摇头了，那算了不求助对吗？好，不求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对呢，请揭晓。三二一，陛下什么感觉？哇哦！下一首歌曲，2005年发表的一首来自台湾地区的女歌手的作品，表达了女孩
在看到自己心仪的男孩时那种娇羞暧昧的感觉，而且听到这个歌就很想跳舞。请就位。我不会，但是我不怕。好了，这首歌曲是请看我的动作。睫毛，就是来自王心凌的睫毛弯弯。我心蹦蹦跳跳，灵魂快要出窍，这感觉真好。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才好？眼神多么毛，小鹿在乱跳，跳上了心扉，心情到九千，脸上红苹果，滋味真甜美。 Baby 你是谁？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好兴奋，你却说好久不见，怎么才见你一次面？眨眨，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你的微笑像雨弯弯，气氛好了吗？需要你陪伴。睫毛弯弯，眼睛眨眨，你怎么看我呀？来弯的风吹吹什么？这种情的人。嘉宾座，你们还有求助的机会，要求助吗？你觉得胡彦斌会是一个唱睫毛弯弯的人吗？睫毛弯弯怎么样？哎，要求助吗？不用，老师。好，这一轮有人错了吗？五、四，我觉得我是对的。三、二、一。老师教你的那个窍门有用，对，然后直接就弹出去了。好，还有最后两首。如果你是中国好声音的学员，这一首歌我们唱过。试试吧，那我就上吧。那我去吧。各位观众，这一轮中国好声音的热门学员全部登场。嘉宾评座，这是第三次上来了，一句都没唱，一句都没有唱对过。我曾经在舞台上都亲眼见过你们唱这首歌，万一你错了多丢人呢？不丢人，我们当时有提词器。这首歌曲原野领唱，歌名叫追梦赤子心。这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不求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关于理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这条件一息相存，用力握紧。也许我手比较笨，但我愿不停探寻。下面是什么，我是真不知道。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无尽，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让我们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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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一起 go。
你们觉得顺吗？刚才顺得很。有人要求助吗？你问吧，你问吧，真的得问了。那老师，老师你熟吗？我这歌词有点多，够呛。求助老师，原野。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但我从此就不曾放弃。连韵都没押上。那我们就来看答案了，对吧？好，预备备。三二一。最后一题，这首歌曲是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一位导师的作品。男生女生可以问吗？男老师的歌真的不容易唱。你们觉得是谁？周杰伦。周杰伦那是我的童年。个人只会菊花台啥的。那我比你多一点。请派选人物站上游戏台。这首歌曲是中国好声音的一位导师汪峰老师的作品。汪峰老师的作品。你说了周杰伦，你说了。你我也没说是谁，他们说的周杰伦呢。你还我周杰伦。我想先问一下胡彦斌老师，汪峰老师的歌您熟吗？这话回答的要有技巧，不然得罪人。有些熟，有些不熟。你说说你熟的是哪些吧？飞得更高，不是这一首。北京，北京，不是这一首。我最摇摆，那是庾澄庆的。一起摇摆，一起摇摆，你熟吗？听过。这首歌曲是汪峰老师的《一起摇摆》。特别棒哦，帅呆了哇！但是陛下那一句，其实我觉得蛮悬的。他是汪峰老师的学员，刘欢老师的学员反正是唱对了。汪峰老师学员有没有唱对，我不知道。到底有人唱错了吗？五、四、三，肯定有人掉下去。二。
看陛下的表情都快疯了一样呀。一跳。好了，到现在为止呢，这一轮就全部结束了。到目前为止呢，哦，李琦战队仍然排在第一，就是都没有变化嘛。对，好，非常恭喜大家，刚才这轮游戏白玩喽。马上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下一个环节，挥之不去的旋律。五队通过抢凳子决出三队参与接唱答题，凳子上的序号决定三队的接唱次序。领唱用 A 歌的曲调演唱 B 歌的歌词，接唱者用 B 歌的曲调击出歌词即可得一分。哦，好难。今天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呢，就考验大家能不能在耳熟能详的两首歌曲当中完全将歌词和原曲的韵味在心中能够自由切换。你别被他带跑喽。第一首歌曲是一首反应季节的歌。季节几个字歌名？五个。大约在冬季。大约在冬季。每队请派出一位。上。开始。谢谢、哎、看到第一顺位的是老师，这首歌曲是只要你有过童年你就一定会唱的春天在哪里。哇，但是林涵要用爱要坦荡荡的曲调来进行重新演唱。这个真的有难度，好难。成功，太厉害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首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在宽阔的场合上经常被拿来播放的歌曲。最炫民族风。苍茫的天涯是我，应该是凤凰传奇的吧。小朋友一听到它之后就会欢快的舞蹈。小苹果吗？小苹果吗？每队请派出一位。预备，起。胡彦斌老师，你来喊停吧。停。全错了。愣是没抢到。李琦首先淘汰。现在就是第二位，这两位依依你判断一下谁占的面积比较大一些。石头剪刀布决定好了，因为其实面积差不多。好。石头剪刀布。酷。
没事。来，这首歌将会由胡彦斌老师领唱。我们要求他用《红颜》这首歌曲的曲调演唱。演唱的原曲是《小苹果》。耶，猜对了。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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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甜言片最美的云朵。请接唱，五四三，红红的小脸，二一零，时间到。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甜言片最美的云朵。请接唱，甜片最美的云朵。五四三二，唱啊！一零，时间到。我也想唱红红的小脸，我是红红的，对，我的前面，对，好难，一个字儿都没对，到现在为止都被带跑了。胡彦斌老师，请。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甜言片最美的。你是我的小四红红的，没有，三二一，时间到，全军覆没，一个都没对。正确解答应该是春天又来到了花，春天又来到了花，真的很想让胡彦斌老师把那个唱成红颜。红颜，那我们请胡老师用红颜的曲调把后面那个唱了。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了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太好听了，就是好的音乐都是一种共通性，但是这么改呢，可能就是广场舞姐姐们就不太喜欢了，不好跳了哈。嗯，接下来这首歌曲描述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呢，女人有，男人没有。嗯，女人。什么？怀孕。女人有这个状态的时候呢？男人是很高兴的啊。来，王涛，您喊开始，您喊停，来，好，开始，停。漂亮，好，恭喜三位，来，请根据正位站好。这首歌名字叫回娘家。这是什么？但是呢，要用逆战的旋律来唱。我的个妹！来，准备好了啊！原野领唱，开始。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唱歌唱成结巴的，走走走走走走走，因为他这个逆战是 come on come come on 逆战逆战来耶，他是这样的，是，对，你可以唱成左手左手一只鸡耶，对啊，那词不能多唱嘛，哦，词不能多唱，对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你要一朵威，一朵威，一片乌云来阵风而刮。眼看这三遍就要把雨下，多有没出多，藏有没出藏。请接唱，五、四。三二一，时间到，第二位。眼看这三遍就要把雨下，多有没出多，藏有没出藏。请接唱，五四三二，好难。一，时间到，第三遍，预备。能别让他唱了吗？不行，必须得唱。七，眼看这三遍就要把雨下，多有没出多。藏有没出藏，请接唱。多有没出多，藏有没出藏，吓坏了身后的胖娃娃呀咿呀咿的儿喂。好，特别厉害，把旋律完全回到了回娘家的旋律了。但是呢，但是你想一想哈，这个歌说躲又没出躲，藏又没出藏，然后呢，五。藏有没出藏，四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藏有没出藏，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这逻辑合适吗？二，呀，一点为吗？时间到，对吗？正确的解答应该是。豆大的雨点往我身上打呀，一呀一点为，对对对，应该是这一句。抱歉，这一轮再一次全军覆没。各位老师，大家要加油啊！接下来这首歌是这一局最精彩的一首作品，对我们来讲那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这首歌是由一家人共同演绎的，《吉祥三宝》吗？《吉祥三宝》。这个歌呢是一首非常魔性的歌曲，接近于人类的感受。来，各组请派人。开始抢凳子，我们请袁燕来喊琴吧。不是，直接放弃了。这首歌名叫《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叫我来巡山。这次是王涛领唱，他要用。那英老师的《征服》来唱这一首歌曲。大王叫我来巡山，我的天哪！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做晚餐，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恭喜，接唱成功。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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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厉害啊，真棒。最后一首，这是一首非常具有地域风情的歌曲。几个字啊？仨。哪个地区？北方。北方的、哦、跟动物有关。对，那个动物是十二生肖之一，鼠牛虎。这首歌曲特别熟，广场上老播，套马杆儿。啊！来啊，预备开始。记得一秒钟，谦虚。来啊！这个歌我们要用青花瓷的旋律唱，青花瓷做的套马杆，哎，真棒棒的。给我一阵清风，吹开白瓦墙，给我一次邂逅在青青的牧场。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一望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你的心海和大地一样宽广。套马的汉子，你在我心上，我永远画在你宽阔的胸膛。请接，五四三，一望无际的原野，一望无一，时间到，原野请继续。套马的汉子，你在我心上，我愿融化在你宽阔的胸膛。请五，一望无际的原野，你随我去流浪。四三二一零，第三遍。套马的汉子，你在我心上，我愿融化在你宽阔的胸膛。一望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所有的日子像你一样晴朗。恭喜老师再得一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结束之后五组的最终排名是，现在排名第一的变成了扎西平措和鱼鱼战队。哇哦！而李琦战队呢，因为这一轮的成绩一般，所以目前还在第二位。陛下战队就非常遗憾了，对不起，没关系。最终能参加竞演的队伍应该是扎西平措、鱼鱼战队和李琦、王静子战队。接下来两队将由我们的梦想制作人胡彦斌老师出题，两轮演唱过后由胡彦斌老师来决定获胜队伍，第一名的优先选歌，第二名优先演唱。接下来我们有请胡彦斌老师为我们公布竞演题目。接下去要唱的这两首歌呢，都是由于来自于我的作品，然后一首是《红颜》，另外一首歌呢，男人 KTV。 扎西战队，你们两位选什么，红颜还是男人 KTV？ 我觉得根据老师的音色改编的空间，红颜更大，所以选择红颜。红颜，那么金子这里就只能唱男人 KTV。哇，你看两个男人的战队选了红颜，一男一女的选了男人 KTV。 各位，你们有两个小时时间做准备，就决定着谁将登上浙江卫视中国蓝十周年的演唱会的现场单独表演。现在请各位去练习室准备，稍后舞台上我们再见。红颜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我觉得胡彦斌老师的是偏柔，所以可能我们往刚的方面去，把他唱得更摇滚。咱们先差不多顺顺。君君煮酒为饮一杯为谁。哎，老师来了。我们在私下还在讨论中文版。一华老师，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进歌前，把你的你的戏曲上面的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融合？可以，就是按历史上应该是高渐离送荆轲。Okay.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不复还。风，哎呀，我对不起，我就京剧不是京剧底子，我只是拍戏学了那一点。但是真的很有意思的事情，浙江卫视有个老师叫夏夏老师，他是戏曲的票友，是我们可以把他找来之后，把他嫁接一个比较正确的念白方式。好，对对对，能不能帮我们去请一下那个夏夏老师？哎呀，我们选到了这个歌，不是我们选到了，我们是被迫选到了这个歌。而且抒情歌我也不是特
特别能擅长，因为我平常都是唱律动比较多一点的，放歌啊什么的这种。主要是我现在有一句问题，就是哪块？我和你吻别。啊，对对对，动过手术是吗？对，然后就是声没了，不能像陈明唱那么高，就上不去。把调改一下，比如说要是唱个什么样，升 C 不行，那到降 B 试试呢？我和你吻别，在这也不行，降到 G 试试看。那人呢？唱给谁来听？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我和你吻别，在这不就可以了吗？垫了个调，这样可以唱的话，我们在想其他的风格，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什么样的风格，去把让这个不太一样，好不好？好。哎，我还有个想法，就是我们到时候乐队可以做那个，夏夏老师。夏老师，在工作当中，好，麻烦您试。我们想在红岩前面，因为是古风嘛，加一个京剧念白。我试试看。风萧萧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冰冰老师，你们俩干嘛呢？在外面？你在讨论那个歌该怎么改？怎么改？他是觉得不太自在。我觉得听你唱歌应该没有问题。给你们提一个建议，就你们虽然一段嘛，一段的话，最好是有一点层次，是因为只有一段。对的对的，然后哪里可以往下降一降，然后再嗨起来。比如说你，我和你吻别。就一个停顿就够，就马上气氛就不一样，对吧？好溜啊！OK， 就这么定，就这么定，好不好？加油！那我们来照一张相吧。来，我帮你们拍，我先帮你们拍。一、二、三。哇，这个 OPPO 拍出来的确不错啊。对呀。啊，厉害啊！清晰的合照。好 ，OK， 拜拜。不是，你别说啊，这个。OPPO 27 Pro 夜拍功能是不是？对，就拍的也很清晰。OPPO 27 Pro， Yes。Test， 这个叫。我这有点高。你再回来的那个京剧的那一段啊，因为那个速度已经在 OPPO， 它会很难进来。OK， 你这儿就还是延续那个 Rock 的。嗓子觉得不行了已经。G Key。竞演正式开始。哇哦！有请李琦和金子演唱《男人 KTV》。才刚刚想起，就有人哭红了眼睛，唱着他们的定情曲，对不起，提了你的伤心过去。一对男人下了班不回去。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说着念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男人歌，唱给谁来听？
张学友唱出我的情节。有请于毅和扎西平措演唱《红颜》。有请于毅和扎西平措演唱《红颜》。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大家
要有请金子和李琦来到舞台中央。哇塞，等待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两组在音乐上面的用心啊。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因为我们毕竟只能选出一组，是于毅还是金子最后成为在浙江卫视中国蓝十周年的晚会上为我们独唱的，在过今天这一场嗨男朋友 OPPO 中国好声音专场来选定的这样一个荣誉归属呢？现在我们就请胡彦斌老师来到舞台中间。这样吧，咱们就用中国好声音的方式好吗？请金子和于老师两位站在胡彦斌老师身旁。胡彦斌老师，我帮您拿话筒，请您执起他们二位的手。倒计时现在开始，五四祝贺于毅老师成为了本场的最终胜利者，然后特别感谢扎西平座来助力我们的追梦歌手于毅老师完成了他的梦想。其实我刚刚一直在犹豫，我觉得好难选。于老师他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名的艺人，他其实有很多的舞台，但是金子的话他可能很向往这个舞台，所以我刚刚一直在犹豫。但是于老师今天他也是一个歌手，他不是演员，他可以捡起自己内心的这个梦想，可以在舞台上去燃起的时候，我觉得那也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如果是一个比赛的话，他可能还是要看综合的一个秀的这个呈现。我觉得于毅他们这个歌的秀其实会更加的完整，更加有寓意，冲击力会更强。当时李琦跟金子在这首歌上面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动，而且已经发挥得很好了，可能是这首歌的情感的表现可能在这样的舞台上显得弱了一点，所以我刚刚在这样评断下面我还是举起了于老师的手。这样再次恭喜于毅，也希望现场能够再次响起到目前为止最热烈的掌声，为金子鼓鼓掌。谢谢金子，谢谢大家，谢谢。也希望金子不要灰心，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候，只要你还在继续闪亮，总会有人看到你。对，下一季那个好声音继续站嘛。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候，也还是会有那一颗一颗闪亮的星星的。虽然星星的光亮对于黑暗来讲可能瞬间会被吞噬，但是只要你能够坚信你身边还有很多伙伴一起在闪亮，只要你还在继续闪亮，总会有人看到你。夜晚中拍出来的相片往往是这一生很难得宝贵的经验，会常常被翻起。所以呀、啊、要在黑暗中拍出好照片呢，就一定要 OPPO R17 Pro 了。来，我们大家一起拍张照吧好吗？也为金子留下今天这宝贵的时刻，为我们自己留下这一次重聚的时刻。来，让我们一起用我手中的这一台 OPPO R17 Pro 记录下这个美好的时刻。欢迎各位来到嗨男朋友之抖音短视频 APP 演员的诞生。你在说什么？打电话给制片人说我不拍了。你们能不能听导演的？祝浙江卫视中国蓝十周年生日快乐！